我们今天继续来爬这个叉比赛，你瞄准框多大，乱数就多大。哦，哇，真的，这是新的冷知识哎，瞄准框多大，弹道偏移就多大。真的哎，所以说，所以如果我要是我装上行动强化，真的这冷知识啊，冷知识，这我对我讲。这是冷知识，你看行动强化装上去又跳起来，这框就变小了，所以弹道偏移的部分是只跳起来哦。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你的行动强化有没有效，就是你装上弹道偏移之后，然后跳起来看它那框有没有变大。我不知道怎么会讲。不是你没在看技能说明，不是技能说明，技能说明没有说框啊。降低鱿鱼滚型和鱿鱼登顶时的运用难度，并减少跳跃后立刻攻击时弹道偏移。我知道啦，我是说，不是，我是说中间那个框，你看这个框不会动了。但是如果没有穿的话，没有穿的话框会动。我的意思是指那个框，你看这框变超大的，这个是冷知识啊。我知道。框多大弹道偏移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。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弹道偏移，就是你跳起来框会变大，就是指你的弹道偏移这么大这件事情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行动强化到底弹道偏移有没有差，就是哇，这个是完全是非常实用的二代明明就设定。对，我知道弹道偏移，我知道二代有的设定。走，我跟你说二代有的设定我还是不知道，我现在三代才知道好不好。虽然我不知道，但是还是可以因为我跳射比较少啦。哇塞，这个是我们要给三代朋友一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给他们一些那个嘛？这个真的是，等等，我要感受一下，所以，哇，真的耶！这个要，这个好，今天这一部必剪，好不好？今天再忙都要剪这个短片了。哇，这个。不转片啊，剪精华。今天这个是心法中的心法，所以真的哎，所以你的武器需不需要装弹道偏移？你选了，跳起来就是真的耶！马吉斯卡，所以是不是有些你看，所以像 H 3就不会有弹道偏移的问题。哇，这个真的要感谢佐佐。那这个嘞，哇，有哇塞！所以等于是说，如果我今天想用远距爆破枪，想要完全不需要弹道偏移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它现在变小很多。哇塞，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的冷知识 ，for me， 好不好 ？for me 啊 ，for me。红双的弹道偏移很小jump cancel 之后完全没有弹道偏移。哇塞，爆破枪，真枪跳起来不会，对，真枪是完全零偏移。哇塞，这个，哇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真的是不得了了。那这个嘞，这个有偏移吗？这个也没有偏移的问题。哇，超级天哪！哇，我发现了什么新大陆？P 枪的弹道偏移也超低的那大绿嘞？大绿是不是也很低？呀，也是蛮低的所以其实大绿基本上也不一定真的要装了，因为真的蛮低的。那格林系嘞？哇，今天一早竟然就这样发现新大陆，真的要吓死人了。来看一下这个，一点点而已哇，天哪！浴缸是不是用不到？我看一下浴缸浴缸看看。浴缸也用到，对，浴缸也没有弹道偏移的问题，对，它的框基本上没有改变。哇，超级无敌冷知识 ，for me， 好不好 ？for me，for me，for me， 是我的锅嘛，对不对？是我，只有我不知道啊。怎么样？我不能不知道吗？佐佐，我就是在等待你告诉我啊。看一下啊，这个人。哇，这个弹道偏移超大真的应该说它本来就很大了，双枪嘛。
哦，所以他其实也不用装啊，他装那三发猎鱼弓，三发猎鱼弓。哦，他没有这个问题。哦，他没有弹道，他没有弹道的问题，他问弹道非常之固定啊，捅嘞，捅嘞，捅嘞。哦，没有哇，好好好，飞剑坡桶没有这个问题，桶系是不是都没有这个问题？回旋坡桶是不是也没有这个问题？啊，真的哎，哦，就是纯粹就是你的准啊，完全没有办法靠乱数。那传说中的这个点五二呢？点五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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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五二。哦，有一点点啊，一点点而已啊。哦，一点点，跳射一点点，也是不一定要装的感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行动强化已经装在你身，装在身上吗？没有啊，对，一个哦，一个，抱歉抱歉抱歉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啊，我这样子不准。哦，有有有，哦，有了，哇，1.0真的差很多，拍谁拍谁拍谁，感谢感谢 emo， 对对，我已经传了。哦，有了有了有，五二的差蛮多哦，1.0就真的很有差，虽然说大家都说1.0就很有差，我看一下，对，好好确定统系没有影响哦。哦，有有有，哇，有有有有有，我再check一下，我刚是不是穿的？一点点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哦，五二还是要穿的，五二还是要穿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水枪类？对对对，水枪类比较需要。对对，水枪类真的蛮需要。哇，这个今天真的是，哇，大开眼界哦，大开眼界哦。哇哇哇哇，哎呦，爆裂系真的都要了。快速爆破枪倒是蛮没什么问题，站着射就没什么问题，跳射偏移超爆大。好，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